呀呀，怨叹孤单，不知何时心内有人担。日出月落，苦叹声声，心事不知啥人会知影。人生过一半，若无你叫阮的名，以为今生路是白白换。青春变旧衫，有啥人欣赏我？无依有你陪到这，你我坐在黄昏的巴黎湾，看见如今想起较早，刚才想起有你最可怕。今仔问几工啊？四界拢无报人消息。报人啊！你在笑哈？真水。你刚是不是？杨哥，你那杭州老头跟我走啊？啊，什么？啊，你死没啊？啊，是野狗弄着人未回失的啊？敢无看到我在找啊？什么鬼啊？啊，你那是你我干回事啊？不要你管。麦克怕，麦克怕了。谁在呀？你坐下来。这边已经提起了，嘉宾七七，你留足侪话。宝莲，你，你是想要问我是安怎会走来做酒家女，是不是？宝莲，你若是需要用到钱的话，你会当跟我讲啊。啊，若无找男友帮忙嘛会当啊？讲我真好听，我今仔日变安尼，拢是你害的。我害？自从让你乌白洗头路了后，我阿爸然后派人害害死，后来阁有人上门讨笑。不然，是的啦，我会甲你为金无钱洗头路，真正我会考奖，请你原谅我。做啥去啊？过去的代志就莫阁讲啊，非得我是看破。你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你已经走啊，这不是你应该来的所在。不然，不然，我感觉你亲像顶个共阮拍我妈，我嘛无愿意看你今仔变甲安尼。不然，我唔知为当时开始，我就足介意你，也唔过我足自私的。我因为我对你的心意，我就想讲，伊甲伊留在身躯边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一直到你替我动情这一刻，我才想要甲你讲，我喜欢你，想要娶你做我的某，你敢愿意嫁我吗？宝莲，你遐冷静，卖袂记咧，你是来报仇的。你的目的是来破坏伊甲江水仙的婚事，你绝对袂当甲伊认真，知影无？关先生啊，我几日敢无看到伊起来食早饭？该叫去。老爷。昆生伊，阿少爷最近拢咧走客户，所以想忝才会搁咧睏啊。我随来甲伊叫啦。李啊，李啊，哎呦，你搁食会落哦？我听外口面咧讲哦，恁家昆生啊，逐天去酒楼参个酒家女，耍到天光才回来啦。这敢真正的？什么？是不打，干杯啊！永远不谈不起所在，不能敢去。你要娶我呢？搁规天伫酒楼弄丢人，下死下情。你安尼敢对得起你的三情？哈，不要紧啦，啊，伊少年人哦，迄本地的吼，较爱佚佗啦。
啊，咱坤成啊吼，甲水仙结婚了后吼，伊就会定性啊啦，哎，这我袂生气啦。阿爸，三叔，我要退婚，我不爱娶水仙，我要娶宝莲。你讲啥物？你何当做这个？阿爸，我袂用让宝莲伫老子酒家喝，我要娶伊，给伊一个名分。所以才会离开酒楼。小妹，破人在酒楼做酒家奴。哈？你要娶酒家奴做无？安尼你唔是甲你啊？你要讲啥？讲！我才知影，迄个叫破人，你定是相信别个。是要陪去你手机顶面做服务，迄款人根本就袂当相信啊！而且，我让你去娶娘啊，我的面子皮是要扛去当。阿爸，无论含其他酒家女无共款，伊是真正有生活病着，而且也把拄啊过身，讲过侪世事，会找伊在讨笑呢。你是见鬼开镜是吧？你管探查查某讲的白查某，你莫相信。伊为着钱，啥物话拢讲会出来啊！我乃是这个戆囝，恁爸今日一定要好好教示，你才会清醒。不要！不要！我！若无甲迄水仙哦，咱就莫落去勉强嘛。人阮六娘的，嘛会当斗相共啊。啊，伊两个嘛真适配啊。你食较歹咧，哈？你讲啥？恁兜六娘要传到水仙哦？你要请我家己几两重？李兄，你莫生气啊。坤成啊，你赶紧跟老爸回信咧，讲你知影唔对，较紧的。阿爸，你若是无我娶宝莲，我甘愿去庙里剃头做和尚。你这个做，你竟然敢讲一句话，来讲你话，你要讲真实是无？是吗？破你！是吗？破啊！你俩想讲我无徒弟是吧？阿玲，把下官杀。我爱温存，想不准打入大房间干房。是老爷，阿爸，你不要对我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给我稳住啊！可恶，甘水清竟然当面给我歹看，哼，好佳哉，尊师爱无甘心，我看是谁爷佫唔知影。是我拜托，帮我找外找宝莲好不好？少爷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讲为难我啦，你家己想看卖啊。为着这件代志，你拢已经和老爷拍到安尼啊呢。我若是放你走，你想老爷敢会放我煞？哎呀，是的啊，阿婆，你替我去找宝莲，你家己讲，今仔日的人。我都去找你啊，阿兄，我拜托你了。你甲伊讲，我绝对会找伊，一定来等我。阿兄，我拜托你了，拜托你。拉
你阿兄，恁哪会走来遮？安怎？昆生会当来酒楼找你，敢讲我着袂当的？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啊是讲昆生阿兄哪会无甲你做伙来？伊来酒楼找你，去予老爷发现，老爷真生气，伊规工踮厝内吵架拉架，讲伊想要退婚，所以老爷将伊关起来。什么？宝莲，你有困难，你是安怎歹甲我讲？我嘛是你阿兄呢，敢讲你无相信我？昆是会当为你做的，我嘛是会当为你做啊。你敢知影？我已经……那你阿兄，歹势啦。我知影你嘛足关心我，你毋过我真正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你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阿无我先来啊。宝莲。我才打到位尔，你就讲你要走，你会当陪昆生饮酒饮透呢？敢着袂当给我一点仔面子，陪我较久一点？我无想要连累陈永阿兄，过去让伊当作我是歹查某，直接让伊死心。是啊，人亲情真性命。讲到白，你只不过是王家的养子，昆生才是金毛村真正的接班人。你是要提什么跟伊比啊？宝莲，你哪会变到这样狠心？这不是你。我是两早看破，自从我阿爸离开，剩我一个人了后，我就决定，若是要我，我就爱找一个有钱有势的查甫人，不是像你这款哦，双手空空的。所以讲。你莫伫遮浪费钱，甲我哥哥的。这饮酒的钱哦，你就省落来。宝莲，虽然我无像昆生遐尔有钱，啊，不过我这几年有欠淡薄仔钱，只要你答应过给我，我会当马上带你离开酒楼，咱会当找一个新的所在过新的生活。刚讲，我讲到无够清楚，这世上是钱在做人，不是人在做人。我就是无想要嫁予你这款普通的人，过普通的日子。我爱是做大家拢现生的小奶奶，过上好的生活。你回去，会记你甲昆生阿兄讲，叫伊莫袂记你伊对我讲过的话。我会伫遮一直等伊。真正有钱讲话才会当大声，无钱讲话无人听。我从今以后，袂阁予人看清我六娘。啥？小姐，即马街子仔头拢知影，昆生少爷爱着一个酒家女，而且大家拢四界讲闲话咧笑你。伊还无清楚呢。是我江水生无甲伊王昆生，不是伊无爱伫我呢。就算我无爱伫王昆生这个翁，我嘛无可能好输予伊啦。我一定要好好想办法吼，甲伊教死，我才会甘愿。我一定要让伊知影，就算是我江水生无爱伫伊物件，伊嘛要想要伫。小姐，谢你啊！歹势啦，我是超工的，干嘛你错啊？飞弟哦，你袂见笑，想要去另外间房困，我是无意见。啊，不过像我江水生人，我就是袂放煞。人客，我是无法度选，而且脚是坐伫个身躯顶，伊要来酒楼找我，我哪有法度啊？为什么敢那怪我？搁再讲啦，你声声久有讲我手里的红线，借忘记。恁敢相亲啊？全庄仔拢知阮王家甲江家有婚约。对啦，全庄头拢知影啦。也毋过，你的未婚夫王昆生根本无甲这张婚书藏伫咧案内。若无，伊哪会规工拢会酒楼找我，饮酒、开讲、佚佗？
笑死人！我东东刚甲千金，我去日本读过册，凭你这款了进城出身的装卡人，连册吼拢无摸过，凭啥物甲我去王赛啊？江水生，你是偌高尚啊？竟然看袂起阮进城的辛苦人！敢讲你食的米，毋是阮辛辛苦苦种出来？你敢会晓食好做勤苦，用餐桌欺负人，害死我阿爸！妈，我讲出这款话来！啊，你这千金大小姐，啊有钱就会使嚣迈哦！你这歹查某！小姐，你来干嘛？这歹查某！快查某！快查某！快查某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你叫我爹，去哪儿塞？大叫报爷！阿春，带他走！小姐阿星。是安怎看到伊落魄，我袂感觉欢喜，反倒会感觉悲伤甲痛苦。新地做宰相，新入丹波的，有一件代志想要来忏悔。我毋知影我最近做的代志是对，也是毋对。求新地做指示。我是文恒新地主，你有什么代志得求我？新地主，参见新地主。新入丹波人，最近为着要替阿爸报仇，来去迫害王坤生，还佮有江水生的婚书。也毋过，毋知影为甚物，我的心内若无欢喜，颠倒感觉足痛苦的。善恶之报。如影随形，三世因果循环不息。其实你的心内已经甲你讲甲真清楚了。你若是继续勉强家己，为了报仇来作恶，到最后是会陷入无尽的痛苦甲恶报。也毋过是我唔甘愿，是安怎歹人才离开我，好人。出这么多委屈，无法度伸冤，这实在太无公平啊！世上无无因之果，嘛无无果之因，而且各人做业各人担，你无需要为了他人损伤家己的信念，陷在混混轮回当中。各人做业各人担，我了解啊。在因果业报之前，为善者必有福，为恶者必有祸，而且无任何人会当替代。你一定要谨记在心。三弟啊，小蛋姐啊，我有代志要跟你参详。我正开灯咧望啊，有啥物代志紧讲，卖浪费我的时间啊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恁家的水仙早来甲我讲，介意阮家的人娘，我想不如咱两家来结亲戚，你看安怎？当然嘛唔好。即摆是安那？以后到咧孝顺食地瓜棍，阮家水仙呢，若嫁予坤成啊，上个聘金嘛会使收介济，啊若嫁予恁家人娘的哦，迄是阿婆啊找过倒谈咧，你当作是见头的啊？我妈妈讲到这歹听啊！迄天的场面你冇看到啊？坤成根本就无想要带恁水仙的。计划兼讲过啦，这边亲事吼，我参金星已经讲好啦，无恁两个母仔囝插手的份啦，也够有。你讲，其实我唔知你头壳咧想啥货，想要去抽猪尾水，佮翻身啦，食较歹的啦。你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顺手甲你提醒一下。你的本名叫做阿笑，不是叫做王金辉啦。哼，江水清，你敢看我无？我让你知影我的厉害。大林，这阿鹏是我的啦。原来这一层不是骗我。你阿爸才是你阿爸，你不能做伙。为了要大嫂相信我。我就把这金木青的股份放在大嫂家做担保。我想过啊，
要台湾人只有江水清甲俊奎。你是无生个囡仔，本来就爱接管金无清。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葫芦墩圣地组。圣地组是如释道三教并尊，神尊的心态有真侪种。听讲无同款的神尊参拜圣道嘛拢无同。圣地组有三种的法相，母的，就是。手举燕月刀，燕月刀是向内，徛是赤兔马，这是文书业的，啊，生意人拢咧拜。第二种文呢，就是手提春秋，啊，这是科生，啊，搁第三种是咱圣地祖啊，手提咱的造办，一般的人要求拢会使。像咱乐天宫啊，圣地祖，不管是龙条还是咱大门的石鼓，啊，大家信者哦，拢有教化意义。圣地祖一生英勇善战，流芳万世，军警人员认为他是战神，读书人拜做文昌神，农民敬做农业神，他也是城里人的武财神，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信徒。简简单单的日子，你敢袂烦？我只等一个男人愿用一生还一粒真心到永远，天地之间充满你我的流连，天地之间有过你我多少的心酸，我坚定过你的人生，不愿予你变风干，此生不做他人船，今生不忘心温暖。